把这三个给卖了。福星才是版本答案，那你福星你得前期有福星，玩一把福星吗？咋不玩把福星刺呢吗？这装备不错，可以玩福星啊。就是福星前期如果就直接有福星的话就会很顺。越南啦，越南，越南盾呢？越南。哎，给的还行啊，给的还不错。威音可以尝试拿一波，先升级吧，这波，这波先升级。我看有没有能凑上羁绊的，看来没有。法不偏，死得很痛苦。呀，我包女的毛哪去了？扎一半咋没了呢？嗨，神射手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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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这积木让我放前面去了，不行啊，这得放锤石啊。来神射手吧，这把我准备好了。神射手积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。不然我放俩这个，四个神射是两次弹射加五十伤害，两个神射是一次弹射加，我上神射手厉害还是上这个厉害呀？我把分女拿着吧，以前拿分女挺猛。感觉没有刚才厉害，不行。没有刚才猛了。
俩前排四神射刚刚好。哎，两个前排四个神射，升个级，把这玩意儿撇了。亚索，我看上去好像要一打五啊，有点嚣张啊。威音升二了，可以。这儿吧。盖伦自己上前面顶，后边这个样子。巨杀盖伦，那巨杀不得给进吗？这是个赌命的呀，我这一看呢。这把神射手啊，进来的快点就好打。还在那儿 ，Team 主 C 等着被打爆吧！银手一个水银，不吃自盲，你还玩个屁！我就拿个积木天选凑个羁绊，完事儿跟我来了，你哎 ，Team 积木当 C 你就等着被打爆吧！大进。等着被打爆吧！神射手配什么羁绊？神射手就配重装战士，配个老母狙，配个剑魔就完事了，很简单，就跟那九星红似的，有就拿，有神射手天选就直接六神射，然后配好扎呀，这包女儿真会扎，配个剑魔，配个老母狙就完事了，没什么其他东西要上的，最后上个老头。最多最多上个老头，我就差一个锤石，我就全两星。先不升了吧，这波升了意义不大。弹幕说积木主 C 呀、啊，积木本来不是主 C， 主 C 不是进吗？
卡钱了啊，小老弟。我这有点无敌呀、啊，我这神装盖伦儿，在积木660射程，确实有点近了，射程太近了这。神装盖伦一秒就倒，简直了！好包女儿，哎我这包女儿，哎你包女儿，好包女儿啊！呀，腰带老母驹，哎我真是佛了，真是佛了！一开始拿腰带的时候不放屁。这时候来个老母驹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他先出去吧，他先出去。那拿着吧呢？完了，让他给我拿走，我拿贵的。你第三个什么最后一个拿，我是最后一个拿，我刚才是最后一个拿呀，神射手确实还是挺猛的，除了怕点那个重力狐狸以外，其他的都不太怕。这把挺顺的，就差个劲。我呢第三名，那个人也90滴血，我们都90滴血，我连胜的。我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连胜的问题啊。他先出去拿的，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拿呀。你这人怎么老他妈换位置呢？怎么这么烦人就？你老换什么位置？你有精神病是吧？一会儿换左边，一会儿换右边。啊？怕点狐狸吧，这狐狸不好杀呀，这狐狸一个大把我这三个人全给我杀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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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给头猪吧，给头猪解放了。大剑，进，进，救赎可以用啊。
垂直站着干嘛呢？垂直站着防个刺客啊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一个劲他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好，水银，你们说这水银给进呢？哎，这第一名，这第二名，这是第二名，这第二名真恶心，我回回都得看他位置，他一会儿换左边，一会儿换右边，可烦人了，来回换。我就盯着你今天啊，龙少，你给我等着，龙少，今天我就等着你。我一会儿还要上个春哥呀，锤石咱就不要了，小猫留着。垂死鬼术是没用啊，确实是没用啊，可是现在我没有老母驹，我只能上他身上啊，我不然我给谁呀、啊、我没人给呀、啊、哎呀，这老头肯定拿不着了。给个龙刀蓝 buff 啥的也行，给个蓝吧，要不70多滴血，应该要掉一会儿了，这血。是这小子拿的老头是吧？我们就盯着这个第一啊，盯着他，死盯着他，盯住他。你给我入他，漂亮！我看他这阿卡丽往哪放。哎，你往哪放，我往哪边放。我操，六个瑞文呢。这把这狐狸有点多呀，种蜜狐狸这么多呢。哎呀，
一玩神射手就全是那种蜜狐狸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吧？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一个两个，有两家。得给春哥，鸡哥给个大剑。大剑，大剑，漂亮，鸡哥。进呐、啊，进呐、啊，进呐、啊，进呐、啊！进呐、啊！老头子，呀，剑魔，我操！少张剑魔没拿，哎，烦死了。好、哦、这就不用再多余地。老母驹来一张。老母驹来一张不地了。算了，别地了。没有钱了。这能没赢？可能因为是没猪，没有猪少控制。进夫，我们要相信进夫。有点垃圾啊这。哎呀。给点装备，那个禁夫我看给了个正义之手，贼猛，我也给一个。那我给个这，我来反甲。爆太猛，打野爆一个吧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进夫，你是一个二星的五费英雄，
而我用了一个逆口帮助你升到了二星，你想好了你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你是想变成一个英雄还是一个狗熊，由你决定啊。被吹了，完了，全死了。哎，把锤石杀了！你反甲呀！你给我抡死他！哎，怎么还有个吹风啊？换个位置吧，兄弟们。给我起飞！可太不是物了，我操了，起飞一半回去了。电刀给金克斯吧。这小子想三星瑞文，你就来个人治治他。那后屁股搞这么多东西，哎呦我操，羁绊王啊！其实老母驹跟进夫不一个性质嘛，只不过少点护甲呗，少了一百点护甲，一百点护甲能少多少啊？进夫好像确实是没有什么用，滚吧！滚吧，滚蛋吧！别在我这儿出现了啊！滚蛋吧！还不如这老母驹呢，这老母驹最起码还能放点技能啥的。我这男刀给我干的。给我干到出血了，那妮可不给的好了，哎，太难受了，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上了进夫的当啊！给头猪，进夫的当啊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小子吃鸡了，估计第四名，继续。哎呀，他这俩瑞文，哼哈二将啊，这俩瑞文呢、啊？